春天来到，万象更新。在一个农场里面，很多动物都换起新衫来和迎春天。小羊就穿着新的衣服，很开心地在这里散步。牛见到又想要了，就问小羊可不可以送他一件。小羊就自高气扬地说，你又丑又肥，你配着吗？牛无可奈何，就去问小鸟可不可以帮他，但是小鸟就借着唱歌回避。牛就走去问猪，但是猪就只是顾着吃饭，所以牛就很失望地离开了。途中牛撞见老鼠，就将想要新衫的愿望告诉老鼠听。老鼠就有一个妙计出了来，然后他就说，举手之劳，但是你要给我芝士的哦。答应了，但是心里面都有怀疑，因为他只在洞里面听到咯吱咯吱吃东西的声音。牛就想起一个方法，就故意大叫，老鼠快点走啊，别说对你了。果然老鼠就好像支箭咁飞跑出来，手里面还拎着一大堆芝士逃亡。发冲冠，想一脚踩扁呢一个大骗子。老鼠苦苦哀求原谅，并承诺永远都唔会呃人。牛见到佢嘅悔意，就答应咗啦。但系老鼠以后都唔可以离开个洞生活，于是就只好喺深夜里边偷偷走出嚟活动。讲大话这个行为之所以这么讨厌，除了是因为讲了假说话在人前之外，更可恶的就是利用了他人的信任。故事中牛向老鼠托付愿望并加以信任，但是老鼠就对牛讲大话达到自己的利益，动摇了牛和老鼠之间的信任基础。之间的相处就是对对方坦白，信任对方。如果双方不断以方言交流，不但令到关系缺乏信任基础，难以维系，更令到相处变得毫无真诚。这样相处下去亦都没意思，因为讲大话始终会是被发现的。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最在乎真诚信任，不需要太多的机心和方言，从心出发，关系就自然长久和深入，良好的关系亦都由此而生。你们有没有被骗的经验？又或者你们有没有骗过人呢？在圣经雅各伯书也都这样讲过，每个人受诱惑都是为自己的私欲所勾引、所利诱，然后私欲怀孕，便产生罪恶。罪恶完成之后，遂生出死亡来。